大家好，我是 Leslie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茶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熊草。今天我做的影片是与伙伴合奏，也是万象物语这个礼拜六日所推出的与伙伴合奏《风铃湖畔的暖春》。那我们推荐三个队伍，一个是红诺队，一个是蓝白队，一个是双黑队，相信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队伍。那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前面两个蓝白队跟红诺队都是利用白暗月的被动，一个是可以高速的叠出减伤，一个是可以高速的叠出大量的兰尼德攻击哦。那双黑队的话，则是单纯的利用角色本身的四魂可以不断叠加的效果，让暗月可以打出大量的伤害。很高兴这一次可以跟 Leslie Chill 第一次合作。那我们这个参谋红奥斯塔也是他提供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奥斯塔 skin 的话，这个参谋位可以换成真人啊、丽莎、夏尔这种增伤的参谋角色就可以咯。那在回到影片之前，如果你想要对这个关卡的怪物攻击有更多的了解的话，你可以去影片资讯栏看我们关卡资讯。那我们就从最后面的蛙二宝宝开始讲起吧。这个蛙二宝宝在前面的蛙二双亲还没死掉之前是不会死掉的，并且如果你攻击到他的话，你会获得一个永久一层中毒。那蛙二双亲有三种攻击模式，一种是补血，然后回血全体，且附带一层六回合的强化；另外一种是攻击附带中毒。那最后一种是攻击附带晕眩。那因为他们群体补血之后会全体强化嘛，所以说我们利用像红诺瓦蓝白队的时候，都要尽量的让自己的减伤保持在高点哦，这样才不会在对面强化的时候遭受到太痛的攻击。那如果使用双黑队的话，就是一只一只往后杀过去就可以了，因为暗月在用四魂技能的时候会对对方施加弱化，如果真的挡不住，也可以用二黑魂直接取消掉对方的强化就可以了。可以说这一次的合奏算是比较佛心的，也比较简单。集完合奏徽章之后，要记得22号到25号之间，每天都要记得打图腾卡夫的牲畜，可以得到25蓝穗哦。那这一部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